Thank you 世界石油价格因为工位危机连带影响，百业停工，需求大幅度的减少，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还与俄罗斯开打销价战，再次的重创油价。而中国原油宝卷入了本次的石油崩盘，引发诸多争议。 BBC 报道指出，中国银行明显地将一款高风险金融产品打包成类似于个人理财的普通金融产品，卖给数万名没有承担风险能力的普通个人，包含了普通的白领，甚至是农民工。曾经就职于英国投资机构的傅世鹏认为，原油宝产品设计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他表示，因为原油宝产品所设计的缺陷，产品风险弹性设计不足，没有考虑到在疫情之下，国际原油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极端状况，这也是导致投资者巨大亏损的原因之一。中行销售风险产品之际，有为客户做出风控的责任，但是投资者自己也需要清楚，投资有风险。 并且需要为风险承担相应的责任。他说，部分的投资者在赌博心态和抄底心态之下，可能没有认真的阅读金融协议中的规定。不过，中国金融监管也是在实践中不断的学习进步。在原油宝的问题上，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监管方此前也没有办法进行超前监管。 之后，中行应对原油宝问题发布公告，表示积极的了解客户诉求，本着法制化、市场化的原则，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客户利益，已经研究提出了回应客户诉求的意见。目前，该行相关的分支机构正在按意见积极的与客户诚挚沟通，在自愿、平等基础上协商和解。 目前已知的和解内容主要包含了：投资者因为负油价意外情况所产生的负价亏损，将会全部由中国银行承担，银行将不再追债，还会将赔付投资者最高比例可达百分之二十的保证金。客户需要和中行签和解协议和保密协议。 根据最新消息，中国银行表示，目前已经有八成的客户都签订了和解协议，但是并没有公开赔偿的具体内容。中行负责人接受中国金融新闻网访问时表示，自启动与客户和解工作以来，中行通过多。 多种的途径和绝大多数客户进行沟通和联系，了解客户诉求，回应市场关切。对于尚未达成和解的客户，中行将会继续深入沟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尊重契约精神，推动和解相关工作，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客户利益。 这名发言的负责人也再次对于原油宝客户出现亏损深表歉意。他强调，银行会不断的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绩效，切实的承担社会责任，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的权益。 财新网早前曾报道，国务院经委会决定，中行需要为原油宝投资者亏损超过的本金部分负责，并且向投资额一千万以下的投资者返还百分之二十的保证金。 五月十五号，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发布了超过千页的报告，显示香港警方在反送中示威活动中的行动是否涉及了过度执法。但是该报告中针对多起大型事件的解读让民众难以接受。报告中把去年七月二十一号元朗袭击事件定性为双方的集体殴斗，而非单方面的无差别恐怖袭击。 形容远景拍白衣人肩膀，并不代表警黑勾结。报告中又强调，八月三十一号太子站有人死亡的传言是完全没有证据支持的超乎寻常的主张。整体而言，报告认为警方处理手法存在改善空间，提出了五十二项建议，促请警方检讨相关的程市策略和部署。 定定警员及指挥官使用武力应负的责任等等。报告中则形容，香港示威变质，正在被扯向一个恐怖主义的年代。BBC 报道指出，香港监警会并没有法定调查权，无法传召个别的警员或者任何人士做工无法强制的要求任何人提供证据。 报告中也没有审视个别警员的行为，这让外界十分的质疑报告的中立性。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表示，报告并不偏颇。她形容警队毋庸置疑是专业的，重申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也代表着反送中运动中的五大诉求仍然不被香港政府所接纳。 香港民间人臣政先召集人陈子杰批评监警会报告偏颇。虽然媒体拍到警报的画面，但是报告没有任何一张图片，刻意的模糊了警报问题，也没有就警方使用过分武力等问题做出报评价，只会批评示威者。他形容这份报告就是撑警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顾问屈嘉玲则撰文指出，七二一元朗事件中能看到现场录影的画面，清晰可见白衣人在元朗站对于在场人士无差别的攻击，站内遇袭的人都是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报告表示，连事实也不弄清楚。 而当警警求助热线接获报案时，监警会认定是有人试图蓄意瘫痪系统，让警方无法了解实际发生什么事情，去部署资源。这种说法是为警对行动迟缓进行开脱，而民众对此报告的不满持续的燃烧。昨天，香港多处购物中心就因此发生了示威活动，示威活动，而且有多人遭到警方逮捕。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在将军澳区一个购物中心，有抗议者发起了“和你一起唱”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大约有一百名抗议者参加。另外，有至少三家购物商场内有数十人发起抗议活动，他们唱起人们所熟知的《愿荣光归香港》等等歌曲，高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 抗议被认为是洗白元警暴行和政治宣传的香港监警会报告。警方警告抗议者非法集会，随后有多人被逮捕，其他一些人被罚款，理由是违反疫情期间的社交禁令。其中还有民众向记者表示，自己只是到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吃饭，就被警方以违反社交禁令开罚。另外，英国外交部重申。 香港政府应该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对于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恐吓，声称要采取反制措施。美国众议院众议员史密斯办公室五月十六号表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史密斯等等几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恐吓，理由是这些议员和官员正在寻求让公卫危机的受害者依法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 史密斯议员办公室援引《环球时报》五月十四号的文章表示，分析人士说，美国就当前公卫危机对中国滥用法律诉讼，中国对此极为不满，正在考虑对美国个人、实体和政府官员采取惩罚反制措施。中国不只是要象征性的反击，还将会实施反制措施，让他们感觉到痛。 《环球时报》的文章还表示，史密斯一直在中国有关的议题上经常进行煽动，尤其是在所谓的人权议题上。二零一九年三月份，史密斯就曾经提出议案，处理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问题。议案中提到，北京的影响力操作十分复杂且具有威胁性。 史密斯议员就此指出，制裁不会让我或任何要求对这次恐怖全球病毒大流行进行真正问责的人陷入沉默。仅仅在我所代表的新泽西州，就有一万多人死于如今的疫情。北京无法掩盖真相，继续撒谎，现在又靠威胁来阻止我们对真相提出要求。 史密斯议员办公室表示，史密斯议员四月十七号与众议员怀特一同推出了《二零二零年世界卫生组织国家虚假陈述受,受害者赔偿法案》，要求对受害的美国公民实行外国豁免权法案的豁免，让他们能够起诉中国政府要求赔偿。史密斯议员五月十五号又和众议员库埃拉提出了六九一五号决议案。 要求建立真相委员会，就新冠病毒的起源以及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对于2019新冠病毒疫情作出的反应去搜集事实依据，并且就此提出建议。除此之外，史密斯议员还起草了众多打击中国政府侵权的议案、修正案和立法案，包含了近期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等等。 就相关议题主持过六十多场国会听证会，并且在媒体刊登文章，对于中国侵犯人权和信仰自由等等行为，对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史密斯议员并且指出，过去三十多年来，他反对接受那种对华贸易将会改善中国的行为的幻觉。对华贸易的现实是掏空美国的制造业。 让美国智慧财产权进行批发转移。世界各国为应对严峻的经济冲击，相继推出重磅经济振兴方案。中央社报道指出，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今天宣布第四波的经济振兴方案。 接下来将会松绑印度航空业以及领空另利用限制，而且把外国直接投资益住在印度国防工业的比例放宽到百分之七十四。为了拯救经济，在印度总理莫迪十二号宣布推出二十兆卢比的印度自力更生特别经济计划之后，希塔拉曼连续四天公布计划的细节，聚焦于航太与飞机维修、国防工业、电力集煤等等产业。 综合印度当地媒体报道，在今天的第四波经济振兴方案中，西塔拉曼宣布准备放宽印度领空的限制。印度的领空将会有百分之六十对外开放，更多的空域对外开放将可减少飞行时间以及节省燃料。除了先前开放六个机场让民间企业竞标经营之外，将会额外的再开放六个机场让民间企业竞标经营。 预计十二个机场分两轮开放竞标，将可让民间企业投入一千三百亿卢比。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将会修改飞机维护、维修等等产业的税务制度，让税务更加合理化。政府预计，飞机维修和飞机维护产业规模将会在三年之内从八十亿卢比增加到两百亿卢比。 致力于让印度成为飞机维修与维护的枢纽。希塔拉曼还宣布，印度政府将会为卫星制造、发射等等太空领域的民营业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可预测的政策以及监管环境，并且允许民营部门使用国营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各项设备，而且未来还将会开放民营部门进行。 行星探索和经营太空旅行。另外，也决定强化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西塔拉曼宣布，在国防产业自动生效路线下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上限将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九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四。西塔拉曼还说，政府正在推动军械工厂委员会公司化，改善专业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度，同时制定符合实际的品质需求。 建立合约管理部门和全面改革试验与测试城市，以确保印度国防采购更快的做出正确决策。此外，西塔拉曼也宣布配电力公司民营化以及煤矿等矿业的自由化改革，希望能够刺激电力和矿业方面的成长。近日来，多国相继的推出太空计划。 美国总统川普在五月十五号在白宫主持了太空军军旗亮相仪式，透露美国还正在建造超超级导弹，比现在有的导弹要快十七倍。BBC 报道指出，美国太空军在五月一号开始人员招募，美国的现役军人都可以申请加入。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太空军在2021年的财政年度要求拨款154亿美元，而太空军的总编制大约为1.6千人。美国空军5月15号还宣布了公开招标程序，为太空军的总指挥部选址，有美国大型基地的所有各州都可以在6月30号之前参加竞投。 日本方面则是在五月八号发布消息，表示将成立太空作战队。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防卫省为强化太空领域的防卫能力，将会在东京都府中基地设置一组大约二十人，未来会扩编到一百二十人的太空作战队，主要任务是监控人造卫星以及太空垃圾等等。 日本航空自卫队将会在五月十八号正式的成立太空作战队。<noise>